运笔挥毫，施宝球写得一手好字，画上色彩，林雪霞展现20年画功。夫妻俩好默契，喜欢艺术创作，更喜欢布施，真的是很开心。所以每个师姐如果说他们哪个地方有义卖什么，我都说你们只要有需要跟我讲，我都只要我能做到都全力以赴帮助别人哦，不要给人家帮助啊、哦，那这样就您的人生就值得了。时常捐出书画作品，国际赈灾也不遗余力。林雪霞和慈济结缘超过10年，刚开始到彰化静思堂学茶道，后来成为茶道志工，帮忙布置教室陪学生上课。很多同学在教室是改变他自己的习性的，也改变家庭的，几乎都是茶道人文带回家里。那谁要报茶呢？我。好，你就坐好。两个小孙子个性活泼，现在能静下心来泡茶品茗。哥哥喝茶，哥哥请喝茶。他们可以坐得住，而且，对啊，像他就很会闻香哦。茶道人文陪孙子成长，作品慕行慕爱，是孙子的好典范。大爱新闻黄景廖雪信彰化报道。